下雨天，蒋万安穿雨衣在双连市场跟摊商把柑橘。蒋万回访自己的选区中山区，同个时间对手黄珊珊也在这。试吃肉干展现亲和力，黄珊珊选择到市内的松江市场，由民众党小鸡一路带领，虽然看起来跟中山区不太熟，但黄珊珊抢装意味浓厚。全台北市都是我们要争取的地方，没有什么地方是属于谁的。 北市镇将同区较劲之际，台中市长卢秀燕人也在台北，希望你们都能够竞选连任或是新参选能够选上。特地北上合体国民党四名议员跟候选人，主水饺跨区拉台小鸡选情。卢秀燕的大拇鸡之姿，似乎让要选北市的蒋万安处境变得有点尴尬。我们所有的县市长候选人都是团体战的议员，大家互相支援，彼此合作。 打好这场团体战是我们大家的共识。团结力量大哈，但万物但万威武，各位的共，朗路贼都后啦。像我台中总统来很多次啦，那副总统来很多次啊，那你不会说副总统来就表示总统不够力？两人口径一致，要团结，但蒋万安不止面临浮选小鸡不够力，蓝营票仓松动危机也未解，大安区信委国宅十五日开都跟区全会议，受邀的三位候选人只有陈时中亲自出席，让国宅主委大喊失望。因为我很早就已经排定了下午的行程哦，那也有亲自跟主委。 来致意之前，我也有去信委市长实际的跟主委几个住户来坐下来，好好的交流。毕竟都跟是蒋万安力推政见，但当遇到相关会议，本人却没出现，难免让蒋万安未来政见有没有执行力再打上问号。记者王成伟、郑大正、台中报道。